거야.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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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大屁屁，我大屁屁，我大屁屁的课，我大屁屁。太阳花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屁屁。雅雅，你也是。雅雅不不。你是谁学的？还是我大屁屁。 球扑过来，手就是往球的地方推出去，帮搞球来。
一点，早一点，早一点挥。哎，快去了，就挥了。再来，再来。早一点，早一点挥。哎，一样，早一点挥。来，接球。要拆掉，你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不要这样点，不要这样点，是平的。啊，看着球点到这边，啊，就是看前面哦。把你的眼睛放近一点，我看得清楚嘛，这个比较好点。好，然后看着很有意思，跑到这边，跑一个球，有意思，怎么样？为了今天的表演呢，特别穿着非常。
哎，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，不久也可以啊。很简单。阿里奇。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挤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卡卡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？啊，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没有个讲。你可以讲说如山如石，讲很爽那个字怎么讲？很红啊，很色。麻巴来。吴大师 BB， 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，哦，吴大师，他的太太叫 BB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妹妹，叔叔在录影哦。那个懒叫怎么叫？嗯啊、我打死 BB 哈！打死 BB， 打死 BB 叫那个。我打死 BB。哎哎哎！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快点，扶起来，把它扶起来。怎么走开？我先走。大家有没有在开始？快点打到了。
是什么？比比。哦，那个，哦哈。我大师比比，你是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好了，唱完了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脏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姐。来，哎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哦，你真是很勇敢的女生哎，你。你的前手。旁边嘛，昨天没拍到你，昨天是拍晚一点的。没有，没有我的羽球，我跟他打架，他去练饶舌，你那很脸很帅，很适合饶舌。没有，我不是跟他摔跤，他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跤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们这两个哈，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这是我们的班导，拍一下，两个班导。Yeah.
干爹娘，阿美主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归纳，你说口鼻怎么讲 ？QQ 案不不给。吹喇叭怎么翻？咪滋滋，嘟棒啊。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啊？咪苏拉苏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。很爽怎么讲？打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嘟打苏。裁判都。拍摄，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。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？啊，我现在就不让你拍、啊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我学生啊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？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啊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什么提告？你去提告嘛。提告啊！我们现场就请那个。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。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。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，你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他们都遵守。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、啊，你专买一条嘛。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。不需要你拍啊。你这什么机会啊？离开啊。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！我可以麻烦你离开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没有违法、啊。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了、啊。你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。你管道太多了，裁判长、这是我们的裁判长一样啊，要服从法律一样的做法嘛，哈。对啊，哎、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，啊、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没有到场内谁，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台是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的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拜托，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。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。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。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。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搬卡条出来嘛。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不高兴他的事情。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。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啊、哦。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。外面已经讲过了，实名制登记，我照规定了。实名制登记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边有去查嘛。不是啊。